大白终于是修好了，修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是干啥？就是要收拾大白啊，好好的收拾一下啊。我们决定了要把这个位置所有的全腾空啊。腾空之前啊，我们先要去把这个后边要弄了。一样一样的，你得先把这个箱子啊，我得重新的去整理一下，把这个箱子整理一下，然后把那个副驾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往这上面放。然后我们这边下边这一块啊，就是长期以来一直都比较乱，也是拿来放东西。那新的旅程呢，我们决定就这些地方全部都给它腾空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啊，就一步一步的去收，就是把这个车收利索了。这个其实是和我们这个床车旅行有直接关系啊，因为床车旅行完了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我们的旅行没有必要去带那么多东西。就是虽然说这是我们的家，但是吧，有的时候堆的确实是太多了一点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要能精简的就精简掉啊。这个箱子我们就算收拾干净了，看看还是堆了好多东西出来，一堆。这些东西我们到时候都要去重新整理一下。我把毛巾搓一下，那个擦布可以，然后再把这边的都腾出来了，最后再规整规整。你的围巾，叔叔，你的围巾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些先拿到外边去。这个水桶就不带了，不带了。其实带这种水袋就可以，带这种水袋其实就够了，没有必要去带水桶。其实以前的啊，这是我这个小黑的临时牌照啊。这边腾空，再擦一下，把我们的沥变器也擦一下，里边这些灰擦一下。这个地方我们准备放啥？准备放我们新的那个三度垫。三度垫放到这儿，这样的话我们家车就有十度垫啊，就有十度垫了。吴哥哥，你要不要先把座位往后捅一下，到时候放那个。不啊，电池放过来看看影不影响调座位。我现在上去把电池拿下来。来，看看啊，这个地方以后就只放电池，就啥也不放了，应该可以啊。这个高度不高，我们这个座位往后来试试，看看是不是顶着了。哎，没顶着，可以。好，我们这个里边就已经理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带的，然后剩下的这些就可以不用带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回家了。像这个气罐，到时候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，开越野车出去露营的时候用，这个在房车上面就不用这些东西了。然后这个也不要了。
这些打的弹珠，然后烧烤的也不用了，我们不是买了个铁盘，我们就用那个铁盘用电去做烧烤，面粉拿回家吃啊，所以说一切跟炭火烧烤的东西就可以全部拿回去了。然后这个是要放到我们这个小黑里边的，小黑放一瓶，大白放一瓶。好，这个地方就已经彻底的弄好了。哎，这前面有个这个，别倒。好，把这个垃圾丢了，收出来好多东西，然后好多逐步拿回去的，现在入者在往上拿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要给这个叫什么小黑用的。你这些宝贝石头给拿上去了啊。好嘞。然后这个蛋卷桌我们一家人出去玩还得带，先放到房车上，那个哪个车出去玩就放到哪儿。这个地方就只放这些东西了，别的就不放了，就立立整整的。好，还有里边。时间一转，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了，昨天弄了一半没弄了，弄得太晚了，然后我们约了去小姨家吃饭，就直接走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呢继续来弄床啊。以前我们床上是放的那个棉絮啊，然后用了三年了，差不多换了，那个棉絮外网都烂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床车的那个车顶帐上，之前不是买的这个乳胶床垫啊，这个是1.4米的，然后我们车的宽度，床的宽度是1.35米，所以说正好可以用它，大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就把下面的那个棉絮给撤了，就用它就 OK 了。现在给它垫好。哎，长度有点长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车的这个长度的话是1米几啊，1.8米，1.8米几。这个的长度是2米，长有点长的，又给它这样约进去。因为我们之前下面还铺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床垫啊，是防滑，因为这个皮的话是比较滑，但这个呢它上面有那种防滑小点啊，你铺到上面是不会滑的，它是不会滑的，这就挺好的。 OK，这就弄好了，看这样一约进去就可以了。 OK， 好得很。 OK， 这就是铺好的效果，怎么样，相当的不错。 OK， 现在已经把后边整个都收拾出来了，一会儿再带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后边的那个箱子。先和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些计划。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啊，我们现在也就不出去了，因为去哪儿都很麻烦，也看到很多博主出去了之后又回家，就来回折腾就挺累的。那索性呢就不出去了，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边。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明年的计划。因为我前几天去看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，就是让我挺感动的，就是吴克群他在唱好久不见的时候啊，他就想起了他的妈妈。然后因为他的妈妈在生前的时候就很想去夏威夷，但是呢吴克群一直就工作的原因，对，就没有去成，然后就很懊悔。然后我听了之后啊，我立马就想，就明年有个计划，就是带上老妈
因为妈妈她最想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江浙那一带，就是浙江、上海、苏州那边。所以说明年的计划呢，我们就是过完年就带着妈妈去逛一圈啊，去苏州那边玩一下，然后妈妈还想去新疆，然后我们呢明年就带着妈妈再去一趟新疆，完成妈妈的心愿啊。对，因为我不想以后有遗憾，所以说那首歌其实对我的触动挺大的，然后让我立马的就是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就是先带着妈妈去她想去的地方先玩完了之后再说啊，再说我们以后的这些计划。那我就想就是希望的明年这个疫情这一块会好一点啊，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就不出去了，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边，然后之后后续啊会去给大家炒炒鸡辣椒啊什么的，就等着明年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整个布置我们的这个车啊，就是把它精简然后规划好。很多家人应该没有看过我们这个后边是长啥样的，现在正好给大家拍一拍啊。这就是我们后边放衣服的地方，两个柜子一边一个，这边这个要大一点，这边这个要窄一点，然后下边呢是一个箱子。现在呢我已经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腾出去了，然后这下边呢就是一边放，这边的话我们到时候又得再弄个箱子，我们之前是买了两个箱子的，然后后来又把这个箱子丢了，然后现在呢又得再买一个箱子。一边的箱子是放老妈的衣服，一边的箱子是放我们的这个床单被套的换洗的东西。之后啊就不会像之前那种堆得很高很高了，就浅浅的堆到下边就可以了。一切从简啊，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东西也不会太多，拿起来也不会太费劲啊。我们这下面呢以后也不打算去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，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放脚也方便。所以说呢一直我们用的都是这种桶，但是呢我现在想换了，就换成这个一个18升的一个户外的这种水桶，到时候直接给它灌进去。现在我担心这个放不进去啊，我得看看这个好不好放，我准备给它放到我们的那个采暖的上面。 OK， 这就可以放上去了，以后那上面就只放一个水桶了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桶啊给它换到那上面去，然后这个桶就可以还了。 OK， 以后就这样了，这个地方正好放我们的这个垃圾桶，这样的话垃圾桶也不会在外边，这样整个地方就看着就干净清爽。好，现在把这个桶拿回家，然后把水倒了，到时候叫那个送水的过来还桶。